Hello，系今日呢 set 就系一个间条嘅 colorful outfit 啦。咁我就中意佢嗰个 texture 啊，因为佢系同平时嗰啲编织系好唔同嘅，同埋因为我中意今次 Balmain 一啲好大胆嘅用色，跟住佢的确系好凸显女性嘅嗰个漏斗嘅身形嘅。咁所以我自己都今日早餐都就係食咗少少，但呢對高踭鞋係令到有少少屹立不穩嘅。但係你應該著慣啦，即係跳舞都著高踭鞋。都唔係噶，其實我可能呃到大家啦。其實我係高踭鞋嘅敵人嚟噶，唔係敵，因為高踭鞋我嘅敵人係。點解？純粹我真的不擅長穿著住它很 elegant 咁樣行咯，係啊。同埋我見到你最近又話佢曬燈啊，係自己想 keep 住呢個咁健康嘅膚色啊，應該其實係即係想個煙味係健康。因為今次嘅 event 係喺 Africa 度發生噶嘛，咁所以我就專登係 tan 啲，咁著啲 colourful 嘅衫都會晾得起啲。咁同埋因為已經拍完劇啦，咁所以就可以唔使連戲咁樣可以繼續曬啦。即係自己中意 keep 住啲古色嘅。係啊，我覺得會健康啲，同埋我覺得好似有嘢 protect 住我咁樣。想曬到啦，唔係好似係古天樂。咁又未洗嘅，我就覺得自己未適合，同埋我化妝師咧，每逢我一曬黑少少，佢哋就好頭痕噶啦。佢哋話：哎呀，又要轉粉底啦，或者因為黑皮膚嘅人的確用色係需要研究嘅。咁但係我相信我團隊已經好適應噶啦。你話只想去沙灘嗰種曬，直接啲。唔同嘅啲顏色係啊，同埋未有呢個時間啊。但係呢排天氣都超級好，所以我都好想去曬。是啊，哇，收到風喎、啊！是啊，是第一次出香港以外的地方去以演員的身份公幹啦，咁我覺得都好有趣嘅，同埋喺日本殺科嘅感覺咧，好狠心喎、啊，又會咁樣形容啦、啊，因為好似即大家殺完科真係唔會再見啦，好似翻嚟香港都唔知道會唔會見到咁嘅感覺，好似會比較唔捨得咯，同埋咁啱我哋殺科個地方係有一大片草原，咁所以個感覺就好荒蕪啊，即係好似好有意境咁樣。拍嘅時候有啲咩好難忘嘅？如果係講喺日本拍就一定係因為我哋拍住日本 crew， 咁日本 crew 其實係好自律啦，同埋佢哋係好有趣嘅，即係你係唔可以有任何改變嘅，因為改變對佢哋嚟講係一件好大嘅事。我哋個 crew 係都鬆動少少嘅，即係佢哋都比起平時可能有啲位佢哋係，因為我有聽講過日本 crew 係比較即可能有啲位可能直情火車站連條街佢哋都唔俾過嘅，即總之你一定唔可以進入個火車站，但你可以喺出面咁樣，咁佢哋都願意為我哋破少少格啦。咁另外就係、是、體驗到日本嘅臨演係好專業咯，即每一個人都會揾東西俾自己做，之餘佢哋做得好自然，咁所以我都學到好多嘢喺日本 crew 身上。我哋有翻譯嘅，咁但係某程度上有時候即係望起上嚟，大家都講緊唔同，大家都同自己 crew 講緊唔同嘅嘢嘅時候，係會有啲混亂嘅。但係我覺得原來即係唔止跳舞係個共通嘅 language， 連攝影啊或者係藝術方面的所有嘢，其實都可以不用語言都某程度上交流到咯。去了六日，好開心。今次在去的途中，因為我的氣氛在入邊未係喺日本係最多嘅，咁所以我都有啲時間可以同數出嚟嘅爹爹一起去玩啦，咁所以都幾開心。帶你食嘢啊啲？有冇咧？冇啊，佢好 free flow 啊！佢今次同我哋同另外一個演員嘅朋友都好 free flow， 即係冇特別 plan 啲乜嘢，但係係有好好享受便利店嘅 dessert 嘅。有冇話你同朋友啲乜嘢嘅演員一齊？都係阿 Shin 同埋 Ray So 咯，但係就佢哋兩個比較忙，咁但係我哋都有爭取時間，大家食便利店嘅嘢啦，同埋一啲好特別嘅早餐啦，日本先有嘅早餐啦，我哋都有食嘅，係。你收到嗰時話我都～
其實嗰陣冇好特別好多感受住，因為嗰陣我哋係扯緊我哋個主景，咁所以純粹就覺得哦拍嘢都冇得 relax 噶啦，算啦，當喺新界算啦，即係當去另外一個地方算啦咁。但係原來係有 unexpected 嘅一啲經歷嘅，咁所以都好開心。係啊，殺咗科噶啦已經，咁如無意外就應該唔使補嘅，咁但係都開始掛住個角色啦已經。佢本身已經係我生命同埋我個人嘅一部分，係，但係係我喺做呢個角色嘅時候都學到好多嘢，咁所以我覺得係每一個角色俾我嘅帶嚟嘅一啲 lesson 都係學以致用嘅，可以。係啊，我不斷捉唔同嘅人，無論係我哋 Collar 嘅成員，定係我哋會合作嘅夥伴啊，全部我都有。但可能有啲冇拍，但係因為呢隻歌都比較 catchy 啦，咁所以大家某啲動作係都容易學嘅，咁所以我都周圍教。係啊，係啊。我唔 surprise 㗎，因為我知佢兩個係逼得出嚟㗎嘅跳舞技術，咁所以。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少少經驗 of 我哋一起跳舞，係啦。咁如果想知點解咧，就之後睇套劇就知噶啦。同埋最近見到你喺街度都有做嗰啲街訪嘛，係幾有趣嘅，即係街訪呢啲challenge 係真係你係要做創作嘅 即係 channel 啊，或者係一啲。真係創作用途你才會去做到，即是你不會無緣無故有這個機會，所以即做了你們的角色那天我就有幾個答案都很喜出望外的， 是有關大家的那個對 有些人對自己的 partner 的傾心程度的一些答案是會令你覺得哇原來真的存在 樣的感覺，所以大家快點去看到底是什麼答案。我自己都是咯，都是覺得有些是你會覺得哇原來真的會這樣答的，好不真實喎，咁樣答好童話咁樣，好似睇緊戲咁樣感覺。咁另一半有冇童話對你？有冇咩話 ？sorry。大家都是比較貼地嘅。睇你點 define 浪漫咯，但係我自己本身個人就都中意簡單平凡啲嘅，咁所以可能其實去到旅行對我嚟講已經係好開心、好浪漫，咁所以我哋都等緊呢個時間啦，好期待下一次去旅行啊！你仲要十塊就，如果即係當刻同你講話啊，今日馬飛就飛咁樣，而你又唔合作嘅話，戴榮可能唔中意呢個 surprise， 我話嚇。咁梗係可以啦，但係唔係喎，我有諗過，因為我都有問過我媽咪，我話你千祈唔好咁樣 surprise 我，因為我媽咪係最容易會做出呢啲事，因為我就話，因為我好中意，我好享受執夾啊，即係好享受你要 pack 曬所有嘢，你要 prepare。如果對我嚟講自己冇 prepare 咧，未係 fully surprise， 未係 fully enjoy 咯，係。同埋咯，最得唔係打新車啊？哦，係。大小孩咩話？有啊，我冇乜，我都係中意貼地啲，所以我自己課自己就佢越玩得多車，我就越知道哦。到我考到嘅時候，考到車牌嘅時候，我一定要買一架好實用嘅車，就 balance 翻咯，可能。得兩個位，我就係啊，我自己會。中意大外啲，我想車下同事放工啊，想車下屋企人啊咁樣。會嬲啲咩？定係車你一個自私車喎，自私車可以嘅，可以咁諗嘅，可以咁諗嘅。你覺得佢偷車嘅話，即係佢冇你嘅教練咁樣去教你咁樣啊？佢我哋唔同啊嘛，因為佢係棍波，我係自動波，所以。冇啊！太老練嘅車手係冇辦法教新人噶，係會嗌交定係點啊？唔係因為會乜會教壞我咯，即係佢可能會教咗啲偏方咁樣，咁我就考唔到試噶啦。所以我盡量都就係
望就算啦，即係望下路面情況啊嗰啲。見到佢揸棍波，會都想試轉翻，都考埋棍波。我本身都有，我本身都係諗住考嘅其實，但係純粹我諗要循序漸進，例如係啊，佢已經搞掂咗啦。咁所以我諗我應該到時真係考棍波嘅時候，我都會揾 Ivy。去練習多啲啦，因為 Ivy 係比較佢係啊，佢比較循規蹈矩嘅一啲車技嚟噶，我相信係。佢都係偏排底嚟嘅。嗯？佢都係偏排底嚟嘅。你唔好睇小佢啊！我諗都唔止 Tyson 嘅，其實嘉豪即係每一個，我而家發現好多人都係陶醉咗喺呢個跑車同埋呢個。特別車的呢個分圖入邊係啊，舊款啲嘅跑車的分圖入邊 ，Jeffrey 都係。哇！我唔再算啦，睇下我買咗咩車先啦。